找个外堂鬼。 不要想阻挡我！不要想阻挡我！不要想阻挡我！ 你受困于自身的肉，你是恐惧的奴隶。 这个难题。
想阻挡我，我的存在超越你的想象，向父母屈服吧，绝我等着你。老短给戏太迟了，他要复活了，任人永不为奴，尽管来吧。不要想阻挡我，想阻挡我，只有我搞不懂吗？任人永不为奴。想阻挡我，天美夺志，快去图书馆找书。属于你自己。
傀儡，跳啊！你受困于自身的肉，你是恐惧的奴隶。我无坚不摧，所向披靡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死亡跳进我吗？那没时间了。跟同学分享你的想法，马上动作。你的未来，我方机制衰弱。想阻挡我，忍耐还能对抗我。要想阻挡我，向外攻击了。以沙为雕塑。
品。怕热就不要来打架。专注才能真正精通。哦，上面写说会爆炸。哦，上面写说会爆炸。我会成为法术里的龙鳞甲。不要想阻挡我！完工了。我不是一直都完美，只是经常如此。让我想想，你们凡人根本不懂魔法。书
想阻挡我，无坚不摧，完工了，所向披靡。这场雨